今天时间，吴京带着老婆谢楠上综艺节目《幸福三重奏》，引起了较大关注。一直以来，夫妻俩都十分低调，此次参加节目竟然意外舔出了新高度，也是让人惊喜满满。前两天，吴京在网上晒出两张谢楠受伤的照片，还称一个桡骨粉碎性骨折，明天要动手术的人问我后天能出院主持节目吗？话里话外都透露出了对老婆的担心和疼惜，宠妻狂魔无疑了。不过从吴京当时抛出的照片看，谢楠的伤势很严重啊，骨折部位看着都令人心惊胆战。11月10日上午，吴京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谢楠术后的照片，并用调侃语气写道：“二师妹成功的把手中的钉耙像金箍棒一样变进了自己的身体里。”文末还给老婆竖起了大拇指。虽然配文幽默十足，但也不难看出吴京对谢楠的关心与疼爱。只是叫老婆二师妹也是没谁了，真是亲老公没差了。